头是这边，我现在是啊，点点点，哎，有粉，有黑黑粉，小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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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从烟囱来，所以有黑黑粉，是吗？是啊，我一从黑黑粉进去时候，砰，就这个黑黑粉，砰，然后就下来，然后再看。看看有人在东西，我在想想想啊，那化石，爱心化石，我不喜欢，然后就甩掉，然后就转头了，我不喜欢，然后就不喜欢了，因为我不喜欢东西了，我不喜欢就在水槽了，就会换家水槽了。这太扎在头上了，我不喜欢在这个这个，给他扎小枪了。嗯，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啊？为他扎小枪，我不要他扎手套，我不喜欢了。妈妈帮我修理。好，修理。我不是这个床，这个是爸爸床。嗯，好，那你要去你的床吗？不行。我坐这个船。哥哥，那个啦，一个管子。老哥哥的东西，老哥哥放的东西在这边，可是迷路。迷路在后面，是啊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迷路在前面。迷路在哪里？我看迷路了。好，老哥哥要看迷路。哦，你是老公公呗？我是看迷路的。哦，我来下大梦，没办法出发。我下大梦，下大梦，下大梦，下大梦。老公公你好忙哦，我忙啊，你还没睡觉吗？好，那那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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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呀、啊，一直会戴帽子。嗯，幼尊可会都会戴帽子，是吗？是。嗯，说他妈妈有说他有很多帽子哎。嗯，你又陷入了回忆的漩涡了，你想到什么了呢？你想到了幼婴吗？想要想要找幼婴一起玩吗？想。你们想要跟幼尊一起玩吗？喜欢。喜欢。要出发了，回家再说吧。好吧，那去幼儿园找他们喽。不行。为什么？爷爷唱什么？我比他老外。爷爷唱什么？我比他老外。爷爷唱什么？我平常的味，奶奶唱的毛，奶奶唱的味，奶奶唱的毛。我平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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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味，唱的毛。我平常的味，奶奶唱的毛。我要穿羊毛，那要穿羊毛。要送礼物吗？我送礼物送他。啊。我开始出发了，哥哥，我去他的地方了。来了，穿羊毛，还是穿羊毛？卡卡卡，卡卡，带好多礼物到。嗯。这都是我的吗？
这都是我的吗？这好多都是我的吗？你要送给小朋友的吗？不是的啦，这是给我的啦。送给自己啊？是啊。他看礼物吧。好。他看礼物。里面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亮晶晶的纸锥？哇 ！No。那这里看，是什么宝宝纸锥？哦，它是小宝宝呀。对呀。好了，妈妈要出发喽。